找个情商来关一档。这是我的车，这是我，这是我流浪的第四年，现在一人一车，正在自驾最险进藏路线比查查。妈怎么弄？我怎么到？我这个完全我这个路你怎么到啊？是往后吗？直接往后？回盘子吗？回吗？我们今天走的是丙察察的第一天行程，从大流沙到查瓦龙乡的110公里烂路。他是这儿的老司机，我的天，刚好车这么宽，不要再来车了呀！我唯一的希望就是不要再来打车。天哪，这个路，这不是路吗？这就是个排水沟嘛。这是一个排水沟，这哪里是什么路？小丸子趴下。这路还不如一条小路。我们终于到了非常非常有名的大流沙景区，我的天哪，壮观哪，壮观哪，壮观！我们要停在这儿飞一下无人机。今天的天气还比较稳定。哇塞，这个大流沙好壮观哪，这个可不好治理，从那个最上面流下来的，从那个雪那个最上面的那个山的口口。崖口流下来的，这么大一片儿确实不好治理。现在我们是腹背受敌，下面是碎石炮弹坑搓一本，上面是大流沙。完了，起风了！看这有个大铲车，看见没？随时在这儿待着，候命，随时待命，铲。我们现在正在过大流沙，我靠，有点紧张啊！在前面那个人差点要换成一档三十。拍视频，耶！我们顺利的过了大流沙啦，耶！一个大力士，哈哈。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年少的心总有些轻狂。如今你四海为家，曾让你心疼的姑娘，如今已悄然无踪影。
爱情总让你渴望又感到烦恼，曾让你遍体鳞伤。滴哩哩哩，滴哩哩哩，存在。滴哩哩哩，滴哩哩哩，咋咋。滴哩哩哩，滴哩哩哩，咋咋。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滴哩哩哩，滴哩哩哩，存在。30公里到达，就是茶瓦龙到茶余中间唯一一个落脚点布若村，还有30公里。我们到了。到了中间这个木肉村，然后今天在这休整，今天驻车在这里，然后明天我们再出发。Hello， 我们现在在木肉村，它也是从茶瓦龙到茶余中间唯一一个就是能够休息补给加驻车的一个地方。然后这边还停了一辆房车，然后这边有4辆都是床车。看没有，4辆床车，这还有一辆床车，再有一辆床车，然后那一辆，第一辆那个车子，他就是刚刚爆胎从那个地方进来的时候，他已经修好了，600块钱，讲了价的，喊的是750，其实我觉得应该550块钱应该拿得下来。这边都是雪山，然后都加衣服了，我觉得我这样穿晚上可能有点冷。好幸福啊，今天晚上还可以泡一个热水脚。大家该睡的都睡了，就我泡了脚以后在车上去剪视频，明早上8点钟起床，9点出发。明天还有丙茶茶从木若村到茶余的最后一段100多公里的烂路，加油，晚安。